土炭腐足掉的啦。你若去入去坑内来挖掉吼，也毋是做个死吼，就是死的内底。所以当当做炭工真悲哀啦。大家有一句话就讲讲，入坑挖土炭，性命剩一半尔。每工有四五百个工人，为着厝厝个只爬倒起来是。来到这阵哦，甲拜拜讲啊，土地公伯啊，我今日命嫁你家。礼拜暗时七点半，台湾技术铺。